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睇星期五早上嘅天气报告，我系江伟。受东北季候风影响，香港今日天气咧继续比较多云噶。首先睇下大范围嘅卫星云图，可以见到今日喺华南地区仍然被一道广阔云带所覆盖住噶，所以预计香港呢边都唔例外。今日天色咧继续会系多云为主，而且咧亦都有啲雨添。至於氣温方面，一起睇下出面的最新情況。去到今朝早6點為止，香港市區的最低氣温大約有18至19度，不過新界地區就涼一點，只有16至17度左右。大家如果今天出門口都可能要加件外套。至於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，預測香港今天會是大致多雲和有幾陣雨，日間的氣温會徘徊在19度左右，風方面是吹和緩至清勁的東北風。喺度展望啦，預計聽日星期六個風勢會比較大噶，早上天氣係清涼，大家要留意。至於天色方面，預計週末去到下個禮拜初啦，天色就會好轉噶，可以見翻多啲陽光。好啦，呢一節嘅天氣報告講到呢度，拜拜。